受陶喆与信国王歌手槟城演唱会腰斩的影响，周华健原定11月23号在槟城举行的《爱在云端》演唱会也正式宣告取消。日前，主办方 WGW Entertainment 表示，周华健演唱会不会受到陶喆和信的演唱会影响，会如期进行。不料昨天邀请周华健演出的银河集团透过官方脸书和周华健脸书先后放告表示，由于主办方 WGW Entertainment 有限公司和 Big World 出现财政问题以及违反合约精神，为了保障艺人的权益以及人身安全，宣布周华健爱在云端演唱会被迫取消。已经购票的歌迷可以向主办方 WGW Entertainment 有限公司、Big World 或是官方购票机构 Ticket2U 了解退票的详情。